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，说太子爷如果要来的话，我就把不配一起叫过来。那太子爷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退休的状态，现在最能搞事情的啊，就是这个不配了。不配有多牛呢？他在半年前开始玩斗罗，那我最近的这半年，我搞了150个 W， 我觉得我已经很牛了。但是他这半年他搞了700个 W， 700啊，折合人民币的话呢，也是200多 W 的软妹子，所以不配在斗罗里面其实是仅次于太子爷的存在，只是之前很多人都不清楚他。那他现在呢，他要重新来玩这个游戏了。他之前充了700个 W 那个号啊扔了啊，像我一样充150万的那个号啊扔了。那我们都要来天使服爽一爽，如果我不玩天使衣服了，那我也将永久的退出斗罗大陆 H5 这个游戏。这次呢，也就是这些所有的大佬所有的主播在一起的最后的决战。我们现在开服已经67天了，不配差我们差很多，他想要追上我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重氪啊！我很好奇他到底要重氪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，花多少个 W 才能够追上我。不过呢，我其实不是很担心，他就是追上我了之后，我们中枢这样爆出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很有戏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可以一起来看一看，这位横空出世的大佬到底是怎么样被我们天使衣服爆锤的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游戏呢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那不配什么时候来呢？也就是明天7月12号中午12点，天使服开54区，不配当然是会落地彩。那除了不配以外，还有会有另外两个大佬，也是超级牛的，也会一起落地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凑热闹。那怎么样凑热闹呢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评论区置顶的评论。有其他的任何问题，都欢迎私信我。小图在这里，谢谢大家了。